爸，放哪儿了？外边怎么没有啊？老婆，外边没有啊？不要啊，他不按顿吃没用，吃不了量更麻烦。老婆，正在七月二号下午，有四名男孩来到四处玩耍，其中一名男孩意外落水。这边下雪非常的急，而且下边还有很多的暗中。明天你姐忌日，我早点下班陪你去。二地方，这么多年了还怕水呢？人如果掉下去的话，他不幸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。老公在，我怕了。老公，这会儿能用一下你的车吗？哎呦，给你用。没什么大事儿。哎呀，老婆，二月晴怎么还能这样？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好，还结什么婚呢？你吓死人了你！我可是你的人，还听不听我？全都。